小姐，请问要去哪？离开这个伤心的所在。伤心所在？你别再讲了，你别再骗我。你不说，我怎么知道你要去哪？真正的台北是不会多管别人事。管你去死啦！你，我完全。我看你就是欠人家，是有妈妈生，算无妈妈干。林总嘛，想要管就想要管，无想要管就无想要管，那轮得着你来管？林皮小天之大目十五米啦，都干。我是高伟，是一个被动动物演员。有时阵真正也袂记你家己，唔是咧拍戏呢。好，我现在准备面试哈。我看你的妆，你应该不是台北人吧？我看你的模样，这样是台北人。你竟然敢这样跟我说话！我就跟你讲，这个公司的 CEO 是我爸爸。什么？请收看《你的小姐》。真正的台北是不会多管别人事。管你去死啦！你，我完全，我看你就是欠人家，是有妈妈生，算无妈妈干。林总嘛，想要管就想要管，无想要管就无想要管，那轮得着你来管？林皮小天之大目十五米啦，都干。林皮相亲，真正有淡薄困扰。我是高伟，是一个八点动物演员。有时阵真正袂记你家己，唔是咧拍戏呢。听收看，你的小姐。小姐，请问要去哪？离开这个伤心的所在。伤心所在？你别再讲了，你别再骗我。你不说，我怎么知道你要去哪？你跟我同齐呢，刚刚你就是我牺牲者，你的亲哥哥。不是吧？只是刚好姓张而已啊。不是的，对不起，安尼你电视车后头开去弄掉头壳歹去，还袂记我的存在呀，哥哥。赶紧叫谁呢？原来我是谁呀、啊？你皮羞青，真正有够困扰啊！